24日，王宝强工作室发出了一组王宝强为自己蜡像节目的照片，因为蜡像太像，网友纷纷留言比真人都像。24日下午，王宝强现身长沙梅西新天地的帷幕开了，新城蜡像馆为其蜡像揭幕。据悉，王宝强蜡像创作历时6个月，今年6月帷幕开了，团队赴青岛为王宝强量身，直到12月初蜡像创作完成。主办方将此次活动的主题定义为相信梦想的力量，主办方特别希望聚焦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力量。王宝强是一个当代典型的励志故事，由普通人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主办方负责人表示，希望可以传播他们身上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追求梦想的精神。王宝强来到蜡像馆，当看到自己蜡像时，他表示自己完全被震惊了，没想到蜡像会如此逼真细致，还笑称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以后就常住长沙了。